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Justin Gray， 我们又见面了。那现在我的位置在哪里呢？我们来看一看。这里呢就是新加坡鼎鼎有名的嘉冷河。那今天我跟几个朋友来这里就是小搞跑了。今天要介绍一位新的朋友，叫做 Aaron。Aaron 哥从前呢时常带我到处爬爬照，就是钓鱼啦，就是这些地方。那后来很久因为各忙各都没有很这个机会就在一起。那最近有空啊就找他一起钓鱼，这个是很好的老师前辈。各位让我们来看一看嘉冷河的风貌。对面就是 stadium。各位，我告诉你啊，这种天气在这里晒，坦白说，心甘情愿啊，谁叫我们这么烂掉呢？加油！来，我们的老大终于的 Aaron 哥，看一下 ，Yes！ 哇，好大条的一只花鲢哦，哦，哇，这只很大，这只真的很大。好了，一个你用什么路亚种的？这个是卢西弗加尔。卢西弗加尔，好，这是很美，底色你们看，哇，这地黄三间真的是美，真的是美，这个漂亮，漂亮一流，好玩，有力，有力吗？有力。会不会是带花的？这是？应该是带花的。然后我现在用那个铁人的新的鱼竿，铁人新的鱼竿，0620。OK。背上我的 Roga 最爱的 Roga 来我 supporter， 来我 supporter， 来我们看一下嘴，哎呦好大嘴哦。 OK， 美，真的是美，就是看我们的 Ranker 掉后放。Okay, catch and release, huh? Okay, 好，美美，真的很美。记得 like and subscribe. Yes. 还有旁左手边有一个小叮当，记得按。Okay, okay. 谢谢我们的 Rain 哥，再接再厉。还有的，还有的。来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阿 Rain 哥又在大显身手，钓了一条。叮叮叮。红脸罗汉，来拉起来给观众看一下。哇，这个其实这条是蛮大只的，哦，美啊！我看看它的头、鱼尾，看一下我们的主角 ，Yes！ 美啊，漂亮！美，漂亮，谢谢。OK， 那现在把它放回去，因为基本上我们钓鱼的只是玩玩，并不是要吃它。哪里钓到放回哪里。 OK， 放灯成功。 Yes， 那嘉冷河其实在新加坡来讲算是一个很出名的地方。它出名什么呢？因为很多人很喜欢来这边潜水。潜水的意思就是一潜要潜三天那种。我们择日再战，下一次我们再来多一次看怎么样。今天的钓况不太理想，下次反正还是要找阿Rain带路。再来，我们再来试下。OK， 拜拜拜。那今天呢，来这里也只是小搞搞。不过呢，最近有听说了，因为雨季的关系，花莲皇帝呢开始在这里大量繁殖，就是开始带花。那也有人在最近钓到不错的体型。等一下我们去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够钓到大花鲢。我们回头见。那我刚才试着玩硬体路亚，包括水面戏啊、米诺啊、灿勇型等等，不过
没有任何一句遗训，所以现在我试着玩软胶。中中中，终于终于中中皇帝鱼。我一条，哎呀，破掉鱼鳃！啊！中中，终于中，中终于中，终于中鱼。皇帝 ，yes， 还是一个不错的体型。yes， 好不容易终于中了今天的第一条皇帝鱼。那这条皇帝鱼的体色相当艳丽，我们看一下。吃的是这个 Zico 的软胶。那我们把鱼放生，走，谢谢你，拜拜。 Yes， 再中 ，yes， 中，再中，再中，再中多一条 ，yes， 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勾一点点罢了。上上上 ，yes， 这个呢是我今天的第二条鱼货，另一条体色艳丽的皇帝鱼，那吃的是这一款 Zico 的软胶。放鱼走，哎呀，谢谢你 ，yes， 不行啊，天气实在太热了，干杯。皇帝又是皇帝，yes， 各位观众，第三条皇帝鱼。Woo! 也是吃这个软胶，三次都吃这个软胶，又在中鱼了。皇帝鱼，皇帝鱼，不要跑，不要跑，这里，上上上 ，yes。各位，这是今天的第四条皇帝鱼。好了，钓后放。他喜欢白色的软胶，啊，有来的同学可以参考一下。拜拜，走错地方了，转头。Go stand。拜拜，谢谢。看一下花猪。6, 7, 8, 9, 10。
粗的粗的。啊？八道八道。拔了条非洲鱼，蛮大。Yes， 又中了一条，放生，拜拜。傍晚时分，钓鱼呢也差不多来到了尾声。那我今天从这里开始钓的时候，你们看哦，这个位置我是没有上过黄帝鱼，黄帝都在后面那个位置会比较多。这个位置应该是花莲或者是更凶猛的多曼的栖息地吧，我也不晓得，因为上次阿润是在这里中一条。大花莲，然后我也看到很多小花莲在前面打水，但是奈何我的功力有限，一条小的都骗不到。我们在后面钓到几条黄帝，不错啦，小搞搞。那有兴趣的同学呢，可以来这里走走，这里有很多都是合法的垂钓区。那好了，今天的钓鱼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一期见，拜。跳跳，中中中中。终于，给他吐，给他吐。大猫，哇，很美啊，这只。头正给它好了，拉回去。